好，来针对这个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怡，最近怎么会争议不断呢？啊，这跟媒体这个提问的时候回答的这个有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哦，目前的总统民调哦，啊，这份呢，民调里面呢，我们来看，它这是林传媒的总统人选厌恶感逐月在变化。好，首先呢，绿色是赖清德，好，赖清德一直都平平的四十几哈，那侯友宜的部分呢，上上下下，哎，目前来到了50.2，但是柯文哲突然间从10月到11月上升了56.4%啊，56.64%啊，50岁以上不投柯文哲的创下新高，29岁以下啊女性柯厌恶感最低。好，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啊，反正就是跟这个国籍有关啊，今年选举很特别哦，这个副手的国籍哦，特别引发关注哦。啊，首先呢，这个吴欣盈啊，面对媒体啊，就说我已经讲过了，不知道还要说什么。好，那至于啊，资深政客啊，啊，柯志恩就说，我个人觉得啊，你的 privacy 已经比不上全国对于副总统角色的认定跟期待啊，因为有很多媒体人也分析啊，吴欣盈他可能是这种比较洋派的作风啊，对于自己的隐私啊就不喜欢被拿出来讨论，但是他可能没想到作为副手人选的话，的确有很多问题会被问，而且呢必须要回答，或者是大家会等着看你怎么样来回应。好，来接下来继续看11月30号的时候竹苗造势啊，结果呢只有这个民众党党内人士陪同啊，那至于柯文哲自己也是啊，柯文哲自己之前啊不是说有人给他什么2亿美金，要给他2亿啊，然后呢叫他不要选啊，当副的就好了啊，不要当正的，但是呢柯文哲对于这一题他也是讲得不清不楚啊，那一页就翻过去了，有人要告发就去，抛出了一个议题，不但对自己的选情没有加分，现在还变成一场罗生门。好，之前被一直影射的华侨余金宝呢，啊，是到底是不是2亿美元的掮客呢？他现身喊冤啊，他说啊，驳斥说有谈到钱呐，不是一啊，不是一。好，那总而言之呢，这一些议题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说，对柯来说，选情是绝对没有加分的。好，对选民的印象来说也没有好啊。好，那现在呢，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应龙就认为啦，柯营配令人很意外。他的理由是，他说至少萧美琴、赵少康都可以为，你知道吗？总统候选人带来加分的效果，只有吴欣盈第一知名度低，第二加上对媒体的回应态度不会产生加分效果，反而是有扣分的效果。好，最近呢就是呛记者嘛，然后自己国籍的争议啊也不解释清楚啊，面对媒体问不解释清楚，好，就说脸书上有发文了。好，对于这样子的追问呢，啊，吴欣盈的回应的确啊也让大家让媒体人觉得怎么有点傻眼？那只是吴欣盈这样的行为，会不会也让民众党党内忧心呢？传出民众党内的内参民调有56.6%的选民认为，吴欣盈的参选对柯文哲根本没加分。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陪同立委参选人张其禄到集美市场扫街拜票，但针对国籍争议，30号受访时要记者去看他脸书，称12月5号中选会见真章，但身为副总统参选人却不能清楚解释争议，隔一天的回答还是令人傻眼。现在众说纷纭，有一说是什么美国大茶税，那另外一说就是您在当时人生有些变化。另外就是有一个内部说，您其实早就已经放弃了。如果早就已经放弃的话，那为什么要拖到12月5号才愿意宣布？一次性回答就是说，中选会已经在查证当中，那就是12月5号为主。要媒体一次问完，结果照搬脸书说辞，一句话回应完，完全没解答外界之一。一旁的张勤禄赶紧缓颊。其实我想，就是一切就是按照法令制度在走，好，我觉得说大家无需去揣测任何的这种其他的事项。持续追问吴欣盈，却摆出公主脾气，不回答就是不回答。委员针对一些疑虑，你会这么简短回应，是因为基于事实，所以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吗？吴委员，你身为副总统参选人，不觉得应该把你过去向社会当中？吴委员怎么看柯志恩说您真的还没有准备好？他说您的隐私比不上全国对副总统角色的这个期待。我们联访就到这边结束。那想问一下，民众党张庆没有？那如果有，谢谢你们，谢谢。就是说有公开透明吗？是。
谢谢你们，就是自己谢谢，毕竟现在是12月5号这个时间。柯文哲挑吴欣盈当副手，观感反而更糟。传民众党内参民调指出，高达56.6%的选民认为吴欣盈担任副手对柯文哲根本没加分。柯主席请我参选是帮台湾加分。根据掌握，不止党内耳提面命，连柯文哲本人都当面提醒吴欣盈注意言行，但该做的、该讲的都说了，公主脾气看来不是想改就能改。记者彭怡德、蔡炳煌台北采访报道。好，在民众党的副总统参选人吴欣宜的这个争议呢，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呢，他是到了内湖科学园区进行了第一场的肥皂箱的街头演讲啊，阐述自己的从政理念啦。的确，选举行程是满档的，早上到景美去拜票，那中午的时候呢，到内湖的肥皂箱开讲。那其实啊，针对他的争议呢，有以下三点，好，有关于红色的这个是问题啊，有没有财产申报不实？他说，针对这些事之后，在个人脸书可以看到回复，好，说12月5号会见真章。他说，我自己反对这样的假新闻，在脸书上已经讲过了，我不知道你还要我再补充什么，因为媒体一直问嘛。其实我也想问啊，到底是你要选还是脸书要出来选？好，那再来，你有中华民国以外的国籍吗？啊，大家就在问他嘛，你讲清楚嘛，你有中华民国以外的国籍吗？因为这个事实其实非常的明确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但是他说，你不要再用不同的问，不要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再问。好，那再来，他就说，请问大家45岁的人还有什么事要做决定，还要问自己的家人？其实怎么说呢，有一些事情哦，也没有什么对错啦，只是媒体问就是要跟你多聊天嘛，透过你的回应，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大智慧，对不对？有时候也不是说真的要听你的什么正确答案啊，但是呢，很显然他就是没有想跟你聊嘛。好，来，联合报说，吴欣盈办公室到柯文哲办公室，至今都没人看过放弃美国证明，所以面对争议，党内人士也无从辩护。中选会12月5号公告，正副总统参选人没有马上证明放任争议延烧，对于党对柯都很伤。那这个蔡正元他是分析啊，他说吴欣盈的回答的确没办法澄清，那你到底有没有美国籍，反而使疑云更加的扩大，也会使他跟媒体的关系更加紧张，大众对他也会有很多的问号。好，那今天呢，他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呢，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好了，因为之前的这个跟媒体关系不好嘛，那今天呢，他不是去这个内湖嘛，又去这个景美市场嘛，今天在现场说有支持的民众啊，这个带了这咖啡过来，那吴欣盈也主动说送咖啡给现场的媒体记者啊，似乎是想跟这个记者朋友哎，宝宝干净啦，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态度。今天和民众党年轻人到内湖的园区，其实非常符合我对这个起造新台湾的三大主轴，就是为了下一个时代的青少年国际连结和数位转型。那身为新手妈妈，我常常思考说，我希望给孩子什么样的未来？对于下一代以及身边的这些青年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更远见的规划。就像是内湖30年前从一个轻工业区发展到台湾最大的高科技产业，所以内湖的发展经验就像是台湾的缩影。我们在过去得到了不错的成果，但是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新的成功的要素。民众党作为青年族群最高支持度的新兴政党，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要为下一个青年世代打造充满台湾的机遇的未来。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金融界的这个舒适圈里头，而需要投入复杂的政治？其实我过去在慈善基金会的服务的期间，就一直相信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身为新手妈妈，将青年作为政策的出发，以为了下一代挑战为核心，以国际连结，以数位转型，带来新机会，让我们一起打造更美好的台湾。
好，欢迎回来哦，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一真就要去主播见那个粉丝见面会了哦。好，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资深媒体的李彦秋今天早上呢发了一篇脸书的文，还蛮有意思的哦。他里面说什么呢？天兵教我们的事啊，他的 po 文提到了啊，民众党的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到底有没有美国籍一事？那李彦秋分析说，这一次大选出现了几位天字号的人物，不论是背景或者是行为举止，都成为选战的焦点。虽然他们选不上，但是他们的出现让我们参透很多人生哲理。那李彦秋是这样分析啊，他说吴欣盈回答国籍问题时，用真的很天兵，用傲娇的态度，明白的告诉你们这些贱民不配知道他有没有资格参选。李彦秋还质疑他去年嫁给一位法裔英籍的比利时贵族，婚礼在今年九月在比利时古堡举行，比利时王后也到场祝贺。所以呢，他说，我很少人的怀疑他没有美国籍，但有没有欧盟籍啊？不好意思，英国退出欧盟了。他说，我想问的是，他有没有法国、英国、比利时这几个国家的国籍？他自己不说的话，外交单位在12月5号前恐怕不容易见真章呢。哦，这是李彦秋的脸书哦，挺有意思的。原来世界不只有美国，可能还有别的国籍吗？不知道喽。等12月5号喽。蓝白破局之后呢，柯文哲跟幕僚啊，连日爆料影射国民党人士，说有人要花2亿美金叫他当副手，点名三个人，又说有骗子前客一大堆。国民党也火大，要柯文哲讲清楚嘛。那过去柯文哲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曾经造谣对手收企业家3亿，如今的手法简直如出一辙。蓝白破局5天，柯文哲狂爆料说有人花2亿美金要他当副手，他和幕僚主动每天爆料，连名字都脱口而出。一线上人啊，还有那个什么纪将军啊，还有个什么魏先生啊，骗子前客实在是太多了。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纪凌田就被影射是这位纪将军，但本人已经明确否认。记者追问这些人到底哪里来，谁安排会面，柯文哲持续暧昧不说。反正在过程当中哦，骗子的前客的哈，什么中间人一大堆，事情过去就过去的，就把那页翻过去，细节应该问那些幕僚，这个也不需要我在这里讲，而且越扯越多。难道骗子前客是柯幕僚安排的吗？网友就痛骂，只有两种可能，若是骗子，难道随便一个人说要给你2亿美金你都信？这么容易被骗，选什么总统？而柯文哲还好意思说，但若真是前客就违法，若不讲不告就是姑息养奸，还是根本就是你栽赃的谎言。以柯文哲的聪明才智，智商157，理论上讲应该一眼就识出那是个骗子，那如果他真的被骗，那个时候就应该检举的啦。但是为什么挑柯文哲去骗我就不知道了，那为什么没有挑别人骗？好像只有柯文哲一个人被骗，现在数字都吓一跳哈。第一个呢，我可以保证国民党是没有这个钱的，国民党现在3亿，国民党现在3000万都很辛苦啊。他这一番操作以后，真的让民进党得利了。柯文哲过去选台北市长就曾造谣3亿男捐钱给连胜文，当时他的态度如出一辙，讲得暧昧不清。离谱的是，法院彻查结果，柯建铭作证，是柯文哲想要透过牵线找郭台铭，但最后两个人根本没见到面，也完全没有郭台铭给连胜文3亿这件事。而郭台铭只有因为郝龙斌市府盖花博捐过钱，而如今再问柯文哲当初为何说谎栽赃连胜文，他竟然这么讲。连胜文他家哪里需要跟人家拿3亿元，靠自己就够了。那时候对连胜文非常伤害非常大，你轻了没有用啊，伤害已经造成了，已经落选了。同样的，现在2亿美金，他想要故技重施，这感觉是一个绿营的大策略啊。从蓝白合破局至今，柯文哲和幕僚几乎卯足全力分进合集攻击国民党，也引爆选民质疑。记者谢荣陆续过好 SN 小组台北报道。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